我们知道对净宗决定要相信，西方有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确实发四十八愿，普度十方刹土一切六道众生。那只要有人真信，真正发愿，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决定得到佛来接引，不能怀疑。啊，念这一句佛号的功德，世出世间一切法里头第一功德，没有任何功德能够跟他相比。所以他得大利呀，这个大利是什么？往生不退成佛。啊，一定要下定决心。啊，真正懂得了，明白了，从现在起，这一句佛号就放在心上。那口里头念不念没关系，心里面一定要有啊，把心里面所有一切妄想杂念清除掉，心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，随时随地都可以往生啊，你想走就走，想留就留，完全不碍事。啊，做什么样的好事不如念一句阿弥陀佛，这一念呢，啊，下面念老就五种缘疑本里面让我们看到汉译经文是闻无量清净佛身，啊，就是无量清净佛身，就是佛号阿弥陀佛名号，慈心欢喜，一时永耀心意清净，啊，这是听闻佛号。无疑本子跟这个闻是同样的，又松疑语得闻无量寿佛名号，发一念信心，啊，这是松疑本子。为的本子说得闻彼佛名号，欢喜永耀乃至一念，据选择集的意思，玄奘集是日本净宗大德法然上人写的，他在唐朝时候在中国留学，亲近善导大师，啊，善导是我们净宗第二代的祖师，他是善导的学生，啊，回去之后弘扬净宗，啊，日本净宗的祖师，他是第一人。啊，可是日本人有一个好处，值得我们学习。啊，他们第一代祖师自己不敢称。称他的老师是第一代祖师，也就是善导是日本净土宗第一代祖师，这是对老师的尊重。啊，我们看到很佩服很欢喜，
忘记老师啊，自己成第二代，向导大师没到日本去过，日本净宗的寺庙，祖师殿里面，你去看，一定看到向导大师的塑像。他说：“一念佛，二为无上也。”乃至一念而为大利也，讲得好。念佛确实是无上第一殊胜的法门。乃至一念而为大利，这一念是阿赖耶识里头有了金刚种子这个种子，这一生不能成就，来生后世，如果遇到净土法门，这个种子它就起作用，就变成你的善根福德因缘。随着种子可归，那么最大的这个善根是什么？无过于劝人念佛，不管他相不相信。这一句名号让他听到了。只要他一听到，阿赖耶识里头就落种子。造阿弥陀佛的像，让他一看到，这是阿弥陀佛。业力眼根永为道种，造像功德了是这么来的。是故经谓：若人能生一念习净之心，持名求生，持名就是念佛。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。这个大利就是一生圆满成佛，当获如上所说功德。如上功德者，即经中所说的横出三界，圆登四途，一生不佛，究竟极光，这四句说圆满了。横超三界是永远离开六道轮回了。升到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四土，凡圣同居土，方便有余土，十宝庄严土，长吉光土，你到极乐世界同时证得，这个不可思议。十方世界没有这种现象，只有极乐世界有。品位再低，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只要花开见佛，就得到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功德的加持，做阿惟越致菩萨。阿惟越致是法身菩萨，别教初地以上，原教初住以上，禅宗里面所说的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
就是这样的地位。啊，一到极乐世界，自然证得。啊，你有没有怀疑？你要问是哪有这种事情？有，为什么有？因为你本来是佛，你自己不知道。你念阿弥陀佛，就是发心作佛，本来是佛，现在又发心作佛，哪有不成功的道理？啊，所以四土同时证得，啊，一生居不处之位，像弥勒菩萨，像观世音菩萨，啊，一生证得究竟常寂光净土，把大力讲清楚了。这是圆满的大利益，究竟的大利益，没有比这个利益更高的了。我们再看底下第二段。第一弟子，我们想不想成为阿弥陀佛第一弟子？想不想成为释迦牟尼佛第一弟子？信愿持名求生净土的人，就是佛的第一弟子。为什么他必定成功啊？就在这一生啊。我们看经文，心无下力，也不功高，成就善根，习戒增上，当知此人非是小乘，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。这个话，释迦牟尼佛说的。啊，第一弟子的意思是什么呢？第一个优先成就啊，什么他都排在第一啊，心无下劣者，于自善根能生心无啊，这就是心无下劣了。自己相信自己有善根，自己相信自己本心本善，本心本善就是佛家讲的善根。与这个丝毫不怀疑，不善不是本心，是习心，是你被外面染污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的真心是本善的，妄心不善。啊，妄心是从外头学来的，不是本心。这个不能不知道。啊，我们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我常劝同学们，我们从今而后一定要真心待人啊，真诚心处事待人接物啊，他用妄心对我可以，我用真心对他。为什么我要到极乐世界去？到极乐世界的人不可以用妄心啊，老实念佛，求生净土。啊，一不功高，
这是不自卑也，心无下劣是不自卑啊，也不功高，不傲慢，信民心佛知，幸福众生，三无差别啊，明了，不是迷信，真正明了，真正相信如来五种智慧啊，第一个佛智，佛智就是一切种智啊，是一切智慧的根本。后面四种智就是转八识成四智啊，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，转莫那识为平等性质，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之，转前五识为尘所作之。我们对这个丝毫不怀疑啊，我们相信转八识成四智是在莲花当中完成的啊，完全转过来花就开了，花开见佛，那是完全脱离妄心，完全用真心啊，用真心见真佛啊，妄心见不到真佛，见佛是化身啊，迎客见阿弥陀佛是化身。那为什么妄心没转过来啊，妄心凡夫没有能力转啊，阿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都没办法，我们完全是仰赖依靠阿弥陀佛威神的加持帮助我们，我们自己还不知不觉自然转了啊，这就是第一弟子啊，所以第一弟子我们要肯干了，不肯干不行啊啊，成就善根如小经，小经就是阿弥陀经啊，六朝十课本里面所说的，一称名故，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缘啊。弥陀经上说的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。他的善根怎么成就的？信愿持名成就善根的迎客法师三天三夜成就善根，佛来了啊，世间人传说的灾难，弥陀第一弟子不怕啊，真的他现前了，我相信有七天的时间，七天的时间足够了啊，七天七夜不吃不眠啊，一句佛号肯定把阿弥陀佛念来了，就带你走了
我对于这一点完全相信，丝毫怀疑都没有。啊，这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的时间到了。啊，我们的心定了，没有恐怖，没有惊慌。啊，心是定的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。啊，一心念佛，求生极乐世界。净念相继，净尽无疑啊！故诸善根皆能增上啊！啊，善根增上，福德增上，因缘增上，又弥陀要戒人同居净土，是正上善根所感，这欧耶大师讲的真好啊！啊，这是净土里最低的，我们每个人做得到的。啊，盈科法师的往生就是这样成就。念阿弥陀佛是一切善业里面第一善业，无比殊胜的善业。他念了三天三夜，啊，经教里头佛告诉我们，智信念一声佛号，用真诚心念，能消80亿劫生死重罪。他念了三天三夜，把他无量劫的罪业统统消掉了。善业感得佛菩阿弥陀佛现前。一定要记住，84000法门，一切经论、忏仪、咒语都消不了的罪业，罪业太重，消不了，一句佛号能消。很多人不知道啊，啊，多看大乘经，你就看到了。就晓得了，所以大家对念佛不重视，总认为还有别的法子比念佛更高的，其实全错了。啊，真正高明舍弃了，去求第二、第三、第四，啊，结果不得利。啊，净宗的殊胜全靠信愿，有真心，有切愿，你就得到啊。